之前有网友推荐我可以去吃东港的烤馒头，所以今天就约了车友一起去吃。又好一阵子没走这里了，大家有来这里看过了吗？因为这里空气不是很好，所以还是建议大家看看就好，看看就好。到了阿红豆浆炭烤馒头，可是因为没有位置，所以决定去吃附近另一家鸭脊烤馒头。吃饱回家去。